Signore e signori, vi invitiamo a bere in modo responsabile. Chiunque si renda protagonista di comportamenti inappropriati sarà immediatamente allontanato.像这样的场面在比赛中变得越来越常见，看似无休止的足球比赛，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对抗，但是兴趣水平仍然很高。事实上，随着比赛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，这种情况是会越来越多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渴望胜利。好的，我们正式为您来转播这场比赛。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有机会打反击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多人进行围剿，泰奥埃尔南德斯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 向前推进，可以射门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！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，机会就没了。这个传球我火呆呀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 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他能完成射门吗？裁判的哨响了，估计吹的是越位。 选择射门，球打进了球网。积极的跑动，灵巧的带球，进球是必然的。足球比赛少不了这样的单击闯关，这需要强大的平衡感和冷静的头脑。这次盘带非常精彩，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-0。尽管替补席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激动的情绪，但是能否把握住机会？潇洒的进球，落后的一方打进了扳平的一球，可谓是你来我往，很精彩。表现不错，反观对手正是大意失荆州。 不但没能乘胜追击，反倒是短时间内被对手扳平，这在球场上重演过太多次了。球门近在咫尺，不进比登天还难。非常聪明的跑位，他偷偷的溜进去，完全没有人注意到，应该跟这些人说声谢谢。没有一个人来防他，真的很有问题。这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。优势转瞬即逝，这种情况我们看到过多少次？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。 特奥埃尔南德斯接到后方的传球，射门！哇，这进球太惊人了，宛若璀璨的宝石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比赛很精彩，形势又一次反了过来。
试问这样的球人间能有几回闻呢？太精彩了，这球太精彩了，留给他的反应时间其实并不多，他却能够及时调整身体完成这记倒钩射门。 AC 米兰成功改写了比分，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，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。通过脚下配合牢牢把握球权，把脚弄射，门将精致的扑救化险为夷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科奥埃尔南德斯，皮尔罗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本杰明帕瓦尔抢到的位置很合理啊，姆巴佩他一路披荆斩棘，这样的尝试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，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，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卡福长驱直入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，快攻的好机会，长距离横传，埃里克森安德烈皮尔洛，姆巴佩发起反击，吉利安姆巴佩想要靠速度突破。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结束了， AC 米兰上演了强势逆转，比赛的形势已经完全改变。好的，比赛进入到下半时，一次很漂亮的防守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。卡卡泰奥埃尔南德斯，皮埃尔卡卢卢尝试将球破坏掉，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是个角球，好机会啊。守门员将球打出，里杰卡尔德，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，约书亚金米西，埃里克森，佩莱格里尼，埃里克森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 AC 米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这种情况他必须做出决断，他精确地算准了铲断的时机，哪怕一丝的犹豫都会让他吃牌或者被进球，干得漂亮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球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，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，卡福寸土不让，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，往前传过了防线，这一脚用力过猛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
塔卡拼抢送出一个任意球，这个时候场上出现了人员调整，本杰明帕瓦尔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，塔卡这下看着可真疼啊。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费德里克迪马尔科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还有传统里的传球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他们成功的把球破坏了。没错，他们就应该这样打。他们必须不断向球门施压。廖坤，我完全同意。拉斐尔莱昂，拉斐尔莱昂，梅西，拉斐尔莱昂把球抢了回来，位置很好，不要犹豫，有机会打门。暂时把球转移到后场，试图快速发动进攻。这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传中的效果呀！想要绕过防守队员，他成功从对手脚下抢走了皮球。基辅迪纳摩尽管创造了一些机会，但要取得进球还要多加努力。快速向门前推进，这一下过得漂亮。基辅迪纳摩创造了一些机会，但这还不够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塔卡。AC 米兰努力争取再进一球实在是勇气可嘉，不过要搞砸的话教练可要发火了，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。拉斐尔莱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这下抢断很漂亮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能否接到球呢？拉斐尔莱昂，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，不过他们仍然领先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想要穿透防线，非常好，跑位很积极。经历过这次险情，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，刚才的情形球迷们一定要吓坏了。基里安·姆巴佩识破了越狱陷阱，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比赛结束， AC 米兰胜利来得并不轻松，这对他们打逆风球是一种巨大的考验。他们最终克服了困难啊，这是一场充满曲折的胜利。蔡慧强你怎么看？在今天的比赛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有信念不服输的球队应该怎么做，他们通过坚持自己的风格成功逆转。